苗栗县军艺高中携手新竹市新聚电机公司签订企业认养产学合作备忘录，提供五位表现优异的高三生40,000元的奖助学金。另外，在毕业前考取国家技术士以及室内配线证照，还有优渥的奖学金鼓励，共创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三赢局面。军艺高中斥资近千万建制竹苗区唯一自来水配管、室内配线等检定考场，提供学习正确的施工技术、校方务实致用教学以及学生参访业界的杰出表现之下，促成新聚电机公司产学合作，携手培育水电技术人才。最主要是给孩子，多一个选择，然后让他们能够学。在就学阶段能够更认真把专业学好，那以后他就会说他更有竞争力，然后可以学得更多，我觉得最主要是在帮孩子，所以也感谢那个厂商愿意跟学校来配合合作。做水电在年轻人眼中是苦力黑手的刻板印象，但半导体营造产业营运相关基础建设都得靠水电各项技术整合，如今人才短缺并出现了断层，企业希望从鼓励出发，协助学生无缝接轨进入职场，自我的肯定，然后会产生自信。对，那越有自信的人，因为人家说鼓励中成长的孩子，他会产生自信嘛。对，那我们就给他鼓励，给他鼓舞，当他考到证照或者是学有所成，达到我们一定的目标，我们除了优先录取之外，我们还会给他奖励，然后甚至呢给他训练，更提升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职能。由校方遴选五位学生，提供40,000元生活奖助学金，一旦毕业前拿到指定的国家技术士执照，还有另外的奖励。借由企业认养，以带动台湾产业技术升级。